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哋 Gameplay HK 啊！嗱，上次我就话买咗呢个火影嘅 DLC 啦，你睇下，有呢个第七代火影嘅服装名人，隔篱阿锄田咧就系着咗夏季服装。嗱，鸣人同佢个仔系多咗招联手奥义噶，系 DLC 先有嘅。两父子就打阿锄田同埋阿爷。同埋妈妈，即系无留人嘅妈妈、阿爷同埋嫲嫲。嗱，好多网友就留言叫我读翻做锄田好啦吓，锄田鸣人对一个着咁少布嘅锄田会点咧吓？衰婆着咁少衫。啊，认真啲先。哎哟，打老婆要报警啊，我哋你睇下有晒证据啊，虐偶啊，啊喂，你老婆嚟噶，好狠啊，好惨啊，锄田换返个仔出嚟，仲衰，或者俾妈妈教训你，哎真係妈妈教训个仔啦，肯定係罚流堂啊！俾老师曳啊！哦，俾阿爷揼咗嘢喎！阿嫲嫲，嫲嫲好耐冇见啦，啊唔系，应该话未见过啊，根本系。嗱，我冇睇到戏啊，最新香港有上画嘅，可能已经落咗画噶啦。哎呀，咁样真系不孝啊！打嫲嫲。其实呢个无留人同埋鸣人呢，我就之前就试过晒噶啦，所以我就唔系咁认真试俾大家啦。之前真系完全试晒嘅，有兴趣睇翻之前啲联手奥义。哇！波风臭，其实我真系想啊，波风臭多啲出嚟，因为佢着西装噶，嗰套西装亦都系DLC 送嘅，哇！联手，联手，联手，对面用联手好嘢。喂，妈妈，冇发火啊！阿嫲同阿爷都想打我啊！喂，攞个镬嚟打。哎，有啦有啦，好惨啊！打阿嫲嫲，好不孝啊！大家唔好学啊！讲真啊，我哋要做个孝顺仔啊，唔可以咁，哇，咁型嘅。勝負あり。おっと。好讽刺。两仔人喺度笑，但系对象竟然系阿九品，大家真系唔好学，好不孝。我俾佢打几拳啦吓，打我啦！我系唔俾阿波风打啫。我俾啲两打下啦，唉，等你发泄下。喂，我唔俾你打，走开。哎呀，冇晒替身啦！哎，嗱，未有击系阿锄田得咩？嗱 ，game 厂真系有心噶，将呢件第七代嘅火影衫收埋，要俾钱买。哇！呢件衫根本喺只 game 里面有收录噶，我觉得。哎呀！我哋临尾打埋阿爷啦，好嘛？啊，唔系，而家系老豆，因为而家我用紧鸣人。嗱，而家乖孙嚟显示实力啦。負ける気がしねえ。ボルトも成長してるな。嬉しいぜ。
唉，真系惨，竟然个孙咁样对自己。嗱，我同大家讲，如果你哋学咗螺旋丸，绝对唔可以打落阿爷度噶吓。睇佢哋两个仲要偷笑。喂，好啦，今集轮上惨望呢个家庭暴力完结啦。嗱，我仲未有时间玩呢个 DLC 嘅故事，我迟少少先啦吓，因为等我完咗手上其他游戏先。好忙，好忙，超级忙。咁我哋下次联手奥义再见啦吓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